犯禁案令，怎么会被开除学籍啊？迅速站开！我说开除就开除，绝对绝对不会让我们家玲玲被退学的。David，David，季老师刚在示范拔河动作的时候，不小心被重物压伤了。他现在人在哪？兰达，我只想对你好，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？KBS 42台每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机智校园生活 ，Go Lions。